终于到了今天的重头戏的部分了，迪哥，你要做什么？吃一次，终身难忘，比我那个包烧还要难忘。你那包烧在他面前真的小巫见大巫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它里面有一段草料是牛快要消化完，但是没有到达某牛粑粑。其实我也第一次见到。啥？哇！哇，那个风从那边吹过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要吃吗？你现在是要洗它吗？不用洗，原汁原味儿。哥，有点累了，我要疯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你没事了是不是？要不要来熬会儿？敞开了闻，别别别，敞开了闻，感受。不行，迪哥，你这个真的很像鱼中熬粑粑。你相信我，真的，我吃过。是好吃的吗？很特别，成了。子夜，你玩。啊！夸张。我没。感受一下。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不至于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闻一下。哇，哇。已经魔化了。